就是红凯强的版本，你或许可以拿它，就是打那些坦克打野。怎么还有心情打呀？我操，难道就有心情睡觉？就是因为没心情在打呀，游戏本来就是个娱乐呀，懂吗？对我们来说，这就是娱乐，就是可以认真，但不能就是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对主播来说，今天真是毁灭一天，确实啊，因为观众越少，主播就越难做。我比谁都希望 BLG 夺冠，但是没办法，咱也不后悔浪费时间看了这几局。给我吃个炮车。吃到，我没吃到炮车。他们说我克了，明明是他们太差劲儿了。拼完的没问题的，跟兵确实没什么关系啊。感觉第四把小火龙选的不太好。野的太慢了，你知道吧？一直到最后一波龙魂团，才勉强出来，太慢了。下路推的先不走。有还记得大地吗？记得呀。这当里面过去了。我就应该是吃河蟹，不管他的。上线，说实话，我还得帮他推，但是 IVR 也不好打呀。只能保他一下。打这个，打这个，兵线很多，操作不了。留个 Q， 将他闪现，我们能 Q 死。这波得有点急。打回个一换一，我第一时间没 W， 太急了。亚索已经闪现跟了。可能会往草里丢弃呢。舞台在哪儿？先看看灯光和摄影机在哪儿，跟上节奏。是的呀，但是没有这么多如果。就比如，如果战狼人那波第四把没被单杀，第四把很有机会。第五把那个潮虫团如果 Q 闪能中，那也很有机会。没有这么多如果，对面能把握住机会，你没有把握住，咋办呢？我一直走吧，W。感觉得等，对面我们中路没线。没闪，应该是杀掉了。
我拉扯一下，还是得闪一下，怪了，是不是闪的位置不对啊？再打个 Q， 看看能换两个，还行吧，是不是该往上闪呢？这把又是红卡，感觉这把不太能变，但也还行吧。这版本蓝卡强度太低了，不然这阵容肯定不能变红的。 太多如果，即使你信我不甘，没事。今天打的，说实话，除了辅助打的都挺好的。我打完这个能升6。A W， A 一个 Q， 一定要打满输出 ，A 到一个R，有些跟不上。再躲一下能吗？不好追了吧？ 我差点钱什么，差点钱了，我算了，也蹭不够的，差的有点多，打完这个还差100，这中路怎么保？能不能行？小龙应该可以控一下。 应该死不掉，有点想杀他，说实话，你就直接杀。我看没装备之前，真的是二好低。 不想看到大伙，因为这就是一场比赛退游啊！这也为什么我感觉我晚上要播，真不想大伙退游啊！没必要啊！然后红还在不在？没了，这个呢？看看，这怎么0-3了呀？ 偏发育就打起敌啊，偏打加油带机密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成功了吧？我们可以拿4重了。出三轮是因为这把油要变蓝卡，说实话，这把红卡出三轮也是对的。 对面长手太多了，我需要三轮的留人，不然把我碰到人怎么办？三轮的那个伤害很高。如果我先不打完这个上路，是不是有机会啊？这时候再打完 Q， 我选然后一，然后上路应该是有机会的。 接下来是，A倒一个 Q， 一个 W， 啊，我勒个豆，我勒个豆啊！尖叫声。
你要想怎么说呢，你可能这个游戏打不过别人，但别的游戏就打过了呀。你不能因为别的游戏打过了你就跑去玩别的游戏啊，那你一辈子你只会逃避，你一辈子也打不过呀。那上场的为什么不是你呢？过去了就算了，没必要，可以指责，但没必要就是一直放不下。保下一滴就行，这波刷也是最主要的目的，还是为了保一滴。武器来了呀！现在，哎呦，挂了！但是 W 中了，他也是死，好像没啥差，保不了了。这不，我上一局刷了，然后等小龙呗。主要武器来了，怪不得赵信这样不走。中线来守一下。上面过去吧，不然被他消耗一大套。被他消耗太多的话，小龙不好切了。哇，好痛啊！这时候好恶心。但我没血了，不过大概能回一点。赵信在上，把龙先控了吧。这样的操作吗 ？Nice。要不先把他给越了吧？等我，等我。AW 基本上必中了，大伙。因为我减速高了99%，你中吗？这个 W 应该是中，有屁呀，这么短！做狂妄再逼呀！希望没了，说明我红还在。然后下塔白给了呀，没有 TP 啊！啊，他不走 ，AD 不走，我得保着下路去保一波。应该在草里。音乐风格，这问的真是可笑。不在草里吗？啊？那我把心真在草里的，还想吃多塔，我不能逼啊，下塔不能白给武器。可以给，但不能白给。啊，那我还得守一波，打不过他，说实话，这不，回家出完装有机会，7-3啊。估计他可能会闪现躲我那个 W， 没有闪现躲，一拉一下，丢一下，火雕闪，不行，那个 W 没骗住他闪，伤害还是不够的。然后这波没回家补装备。刚刚武器还是扛了好多下塔，
买两笼四虫，不着急，你不好吃，这先吃不了你。这把不太好做狂，做经济吧，或者幽梦经济。Nice， 没地养起来了。中路我得保一下，对面要过去的，队友要发育，我得去保，我一定要有人去保的，不能这样想。没地没技能的，还一直在保人，感觉自己发育都要断了。只有怯懦的人才会保存实力。不太好推啊！你觉得我很难接受？等小龙吧。这出装打碎的也很痛啊，打战士也很痛。等大双甲出来，基本上无敌了。这条心为什么一杠四都两件套了？这么夸张？你看，哎，他的装备好贵的，他为什么会有两件套啊？大伙，谁懂啊？不一定好开 ，AD 离得有点远。看一下下路呗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家里要家里要，家里要看的有点晚，我没关系。拿出来一点吧，能清打人吧。我没有草里的视野啊，哎，啊，不应该不应该，亚索没大的主要，现在亚索又才有大，不好打嘞。刚打不过了，慢了慢了慢了慢。杀那个，杀对面毒气交了太多技能了。主要我们插刀队啊，后面还是不好赢的。
他的欧内斯特队友呢？ 大龙拿大龙，该往后拖包大了。我操，这个大龙这一个技能嘛，全体没血了，有点离谱。你看我还行，就先说吧。然后这时候再 W。 这看一下我能不能把女警杀了，能抛车推吧。 打不出熏香，确实好奇怪啊。让他看对面都是脆皮吧，不如发射一下，再打个 Q 再打。衣服拉开一下吧。队友没人看我的武器，我还是不好跟他打的。他甚至还有金身。W 控制抵消 ，A 一个 Q。 不该 A 吗？不 A 的话伤害不够啊，这波好可惜啊！我知道他要一闪，我那个 Q 一闪我了，我操，好可惜啊！可惜没有心使。我也感觉他们最后一手要搬波比的，不该搬那个利亚塔，说实话，我是这样觉得的吧。 我的努力不是努力，是要变强。我知道。
亚索应该接大秒杀的，嗯，没什么状态，怎么一个一个闪，W中，还有个 Q， 游龙，哎，我被小兵卡位了，我操，哎，我好无语啊，尽力了。 你看，你好消瘦啊！不是想再来个 S 冠又得至少等1年了，真的好难等啊！要我下去抢吗？不怎么抢吧，对面现在有点肉了，说实话，再往后拖不好打。 这个可以开一手，打个洞，嗯，过去手，你看，连这个东西都很肉，连这个路都很肉，大伙，不能再往后拖了。我缺钱的人。 感觉上路线得推啊，起码上路给带了，中线还早，别搞啊，把急的把城都给交了，还行，我击飞了3个，没一刀。 一个 W， 一个 R 吧，这武器这都没死呢，没事，我很无敌的。可以，一个 Q， 一个 W， 被边养了 ，W 出来。这武器好能扛，这就是菜刀队的武器吗？马上被他一个一个点死了。点塔，别搞，哎，一下塔。看一下，哈哈。